迎收看2014头条人物联欢会。亲戚，七大姑和八大姨，明明关系复杂的，总要带你问上几句。小的时候他们总要关心我学习，问我期末考试咋样，班级排第几。我说我是全班前五，他说得努力。我的儿子年级第二，你吹。时间生了宝宝又要问你奶粉多少钱，长大一点又要问你那个幼儿园，上了小学逢年过节亲朋来相见，又要问你考得咋样，昨日重现。从来就没想要想听过，听得烦躁还不能说，你家的媳妇儿